单战一定要带那几只转种子是不是？对啊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合体六 C 哦，哦，这边忘记开艾尔莎了。所以他只有36倍伤害，就有点惨。这边开这个，再开这个，直接一 C 给他。五回合九 C， 等一下。这边专心一点哦。好，这边的话九 C 嘛，对，开个艾尔莎，看能不能一波带走。天降一下，天降一下，天降一下，有，好，可以啊。可打起来哦，大家有发现到哦，并没有像秦始皇这么的无压力哦，那秦始皇根本就虐菜耶。秦始皇打十风王真的是虐菜耶，你看我打到现在打了多久，应该打了有三分钟四分钟了吧。秦始皇我 这对我秦始皇三四分钟的时候已经打到大概第八第九关了吧。哦，这边的话他是要什么直接打，那我们直接开艾尔莎齁。这对的重点就是你要每回合记得开艾尔莎啊。有消耗种族腐蚀，它的倍率才会出来，不然的话就很痒。室友没有啊，没有室友。三 C， 你看啊，这边没有消耗种族腐蚀，伤害很惨，所以差很多，差很多。三四五。泉水珠嘛，对不对？把它直接炸掉，再开艾尔莎，一样给它一 C。我十二三藏已被不值之区开的啦，不然正常来说开个艾尔莎伤害都可以破千万。我这边的话可以稍微洗一下技能，稍微，但是也不要洗太久。有没有幽助的秦始皇？神猫圣飘没有，飘还是眼球？眼球吧，眼球泛用性还是比飘高一点。光斗 M 比较强啊，我就跟你们讲过那个血量的问题啊，他就是那血量非常的高，很爽啊，容错率很高啊，就是。达克尼斯的队伍就是容错率非常高，因为他血量够高，那玩起来的话很爽。
转出时间减少、哦。你看，像秦始皇打这个就是无什么无压力，因为这队延长两秒，秦始皇是延长四秒。你看打这个就有差了，打这个就差，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转出神手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像这个地方有没有直接开这个把冰冻炸掉啊？哦，对，这个对他来说还不错啦，对啊。这样吧，把那个挤掉，负面状态挤掉。OK。哦，这边打了三亿哈，我记得这边是水火木强化盾的，对不对？水火木强化盾的话，我们这边开龙科吧，懒得做了。水火木强化盾，嗯，这样子好，水火木强都有。那我们这边开，直接开艾尔莎跟三藏，好不好？那光珠就用叠的这样子，看一下，光珠用叠。OK， 不然的话，平常是要绑照相机啊。不过你既然你带了合体，你带了艾尔莎，你就没有办法带照相机，这是比较可惜的地方。啊，忘记开艾尔莎了，我每次都会忘记。再开。好，再来到王冠好，石魔王。其实他三藏队，我认为他一线的实力还是有的啦。当然是没办法跟那种破格的队长比啊。哦，你们知道我在讲谁啊？破格的那个太夸张了。所以我之前也有做过一个影片，就是这个跟秦始皇到底要抽哪一个嘛？对，看来是完全毫无悬念的。前王15盾简单啊，那个很好解的，没那么难。哦，这边共鸣美比斯的回复力，其实一组新珠也可以回到10000。我刚才以为要补更多的，怎么只有10000而已？干！哦，像这种冰冻珠啊，你这样这边哦很危险，对不对？直接开三藏。把它炸掉，直接再补血哦，这样用。然后整版都兼具新珠，这样。所以我觉得三藏就是以备不时之需开的。然后继续，4C 差不多被带走。OK， 这边的话两回合哈，我们先开一只艾尔莎，先看一下伤害哈。应该是会打一半吧，差不多啦，哇，真的是精算师。再开艾尔莎啊，这边给它开一开啦哈。好，这样就打死了。第二条险哈，它是不能收到消息嘛，对，那这边的话就给他打25打25000，哎、欸，这队可以挡两下、欸，夸张哎，这队可以挡两下、欸。虽然说补不太回来啊，不过这边两组星应该补得回来吧？这两组星应该补得回来吧？两组星大概九combo补28000，其实是不太及格的。
再开三战哈，再把它补回来。好，三藏这边又跳了，那我们这边先随便转一下。再开三藏补血。怎么样？好，这边再打我们一下就可以，我们就可以打他了。好，这边我看一下哦，再补一回合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可以吸血，可以吸血。吸血。好，三藏跳起来之后呢，我们这边把这个围城开下去，然后开这个，然后开三藏，然后直接加个龙科，看一下伤害。好，看一下伤害。放合体的话是会拉低回复力啊，但是这一关很需要血量，有一个先攻27000的啊，其实放白龙也可以啦。好，那这边的话是问号猪嘛，对，看一下。23颗，8颗，好，加通关了。